哎呀，已经10分钟没有吃肉了，你瞅我都饿瘦了，心情都快糟透了。再不吃东西，我可就活够了。装听不见是吧？这么点你，你还是冥顽不灵，那你就别怪我狗嘴无情。你让我饿着肚子睡觉，我就起来爆你黑料。这沙发的味道真是不咋地，有人天天往这上面放屁。别说你还挺有创意，臭味都在这个缝隙，弄得这块乌烟瘴气，还说这是不可抗力。你说你早点把零食拿出来不就完了吗？我一个 Q 技能跳上小二层，美味与我再相逢。先别拍了，成不成？吃东西心情果然能变好，就是有点没吃饱。要是再能不好，我好像样上来了。生活不能太放纵，饭后咱得多运动，不然体重会失控。德玛西亚死亡翻滚，蛮怒出发，无需瞄准。诺克萨斯无情挖掘，召唤师峡谷至高武学。沙发套子这么脏了还不洗，代表碎嘴子，我消灭你。白沙发盖个红毛毯，你这配色还挺大胆。无语，进入时空隧道，向 M78 星云电台汇报，这里是佩奇奥特曼。刚刚吃完下午饭，我爸是个穷光蛋，都没钱给我买逛逛。寄宿家庭能不能换？请母亲做出决断。奥特佩奇翘首以盼。Over。哎呀，刚刚吃的已经消化光了，饿得我都有点心慌了。好了，我不给你们装了，我就是佩奇奥特曼。